清水圍是不少准买家的上车天堂，除了生活配套完善之外，交通亦都是至胜一环。如果揸车的话，由天水圍出发去油尖旺一带只是二十多分钟，经西隧去港岛商贸区亦都只是半个钟。想知区内物业有几抢手，睇翻对上开售的 Wetland Seasons Park 就冇错啦。短短九个月已经热销超过1600伙，天水圍的吸引力由此可见。如果错过了上次买楼机会，亦都唔使伤心，因为喺湿地公园另一边的新盘 Wetland Seasons Bay 亦都部署推售，整个发展项目提供2000伙，率先推出的第一期涉及1224伙。间隔多元，可以迎合不同买家需要。先来参观一下示范单位。Wetland Seasons Bay 部分单位外望湿地公园和米埔一带的自然景观，放工放假可以欣赏到这个景，咪话不惬意啊。地理位置优越之外，屋苑亦都有购物和饮食配套，本身就自设大约30000方尺的商铺楼面之外，住户走到隔离的 Wetland Seasons Park 更加有各式餐厅和民生商铺可以选择。
当然亦都可以行远少少，大约五分钟就去到骏宏广场同埋天泽商场，令到选择更加多元化啦。至于交通，除了头先提到的揸车之外 ，Wetland Seasons Bay 对出就已经有巴士站，另外大约五分钟步程，更加去到巴士总站，往来中环、旺角、机场、北区等都方便快捷。若然想搭铁的话，行大约两分钟就去到轻铁湿地公园站，驳去天水围港铁站，享受完善的铁路网络。加上屯马线已经全面启用，居民去启德等的新进商业区都是一程车就搞得掂啦。其实天水围的居民往返中港两地都非常之方便嘅，区里边设有多条嘅巴士和小巴路线，是往返多个嘅口岸。尤其天水围邻近深圳湾公路大桥，如果揸车去到深圳南山区的科技园，车程只不过需要大约半个小时左右。再加上屯门赤立角隧道已经开启了，去到机场再经港珠澳大桥去珠海或者澳门一带就更加快捷方便。交通四通八达，可想而知天水围的投资潜力不容忽视。天水围邻近政府大力发展的洪水桥新发展区，政府锐意将它打造成为新界西北区的区域经济和文娱枢纽，除了住宅之外，亦都提供大量地方作为办公室、零售和特殊工业用途，预计可以创造150,000个就业机会，相信可以带动周边地区发展，而物业升值的潜力亦都可以提高一线。为了抢占先机，天水围一带的商业发展越趋成熟，新地更加计划在天水围港铁站附近兴建大型的商业项目，预计总楼面超过850,000方尺，包括350,000方尺的办公室楼面和500,000方尺的商场楼面，到时天水围的居民又再多一个消闲娱乐热点。至于现在的消闲玩乐选择，Wetland Seasons Bay 的居民就可以近近地去到隔离的湿地公园散散步，另外亦都可以去到天水围公园，绿化空间和设施多不胜数。想进一步亲亲大自然，区内行山亦都有不少选择，亦都可以踩单车去到南新围野餐。东网财经记者何善盈报道。